尖叫声在哪里？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东篱下写云烟和孤沙，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名和利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气度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谁伤，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终于落宿名角，人不理谁领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我望穿月桥举世外孤鸟，愿你人间柳絮飘，知己知手逍遥。谢谢郎朗。有谁会唱的？下面的朋友。月下窗棂写影子。做饮茶，我以工笔画将你牢牢的金山，提笔不为风雅，月下当红颜尽晚霞，是缘分一路惨惨不说话，你泪如梨花洒满了纸上的天下，西山雪花，剑出鞘原谅谁伤，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终于落宿名角，人不灵谁灵不骚，我却只为柳絮飘，知己知手逍遥。人不灵，谁灵风骚，我却只为。尖叫声给郎朗好不好？再次谢谢国际钢琴巨星郎朗以及我们全能天王周杰伦。谢谢这段表演的结合，实在是太美妙了。是的，乐动你我无处不乐。今天我们大家在这个舞台上见证了许多巨星以及许多许多精彩的表演，还有将近30个奖项，以及我们许多优秀的艺人，尤其是这一段，你看古典跟流行的组合，非常的有魅力哦。再次的谢谢二位，谢谢。对，当然也要谢谢所有参与的歌手们，给我们这么棒的表演，这么棒的享受，还要谢谢所有粉丝们，你们今天好棒哦，陪我们到
现在，还有辛苦的工作人员辛苦了，以及在网络前面的网友们也谢谢你们哦。是的，还要感谢谁呢？最重要的就是全程合作伙伴，源自中国的全新国际汽车公司观致汽车，以及全球最薄智慧手机金立 eLife S5.5。好，同时我们也谢谢活动指定饮品华润怡宝，特别鸣谢吉蒙珠宝和全球创新家庭娱乐领导品牌安桥，以及战略合作媒体 CCTV15 金乐坛，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腾讯全程协作平台 QQ 空间，还有 QQ 易讯、腾讯娱乐、腾讯音乐、腾讯视频，还有微视，还有 QQ 会员以及应用宝的大力支持。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台上的给我们这么难忘回忆的周杰伦以及郎朗老师，谢谢二位，谢谢各位。我们的盛典要结束啦，我们一起期许 QQ 音乐年度盛典巅峰榜，明年见，拜拜，谢谢。